来吗？这边啊，车水马龙，这是什么地方呢？现在我来的就是这个墨西哥的唐人街啊。哇，看到您前面有俩汉字啊，福田。说起这个唐人街的历史呢，早在这个16世纪中叶呢，这个西班牙的一些船上呢，就会承载着这个菲律宾的华人呢，来到这个墨西哥啊。直到这个16世纪末呢，后来在这个墨西哥呢，就已经有了嗨。哎，1864年呢，美国人呢承办了这个墨西哥中央铁路，所以说他们在这个美国呢招募了很多华人呢，一起带到了这个墨西哥，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一代呢都是那个时候啊父辈呢迁移过来的。嘎啦，这东西不就是那种饺子嘛？他把那个纸条就塞到那个，我今天就要把这尝一尝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这Chinese不吃的啊，好吃吧？但是它什么意思呢？我还真不知道。Love is not see the other one, is see in the eyes of the other one. 哇，没想到，哇，没想到这个大叔啊，在这边在做这个。我让这老板帮我拍一下，我也来做一个。用这东西把这个放进去啊，戳进去之后呢，这个戳进去之后呢，然后用这个一个钳子啊。别，然后呢，再一卷，用这个钳子一卷，哇，一卷就卷好了。侧面我们也知道这个拍这种综艺节目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拍的时候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然后呢一拍完所有人都卸下来了，回到生活状态啊。所以那个综艺节目啊，不要太相信啊，其实很多都是这种不要这个卯足劲演出来的，生活中呢都是人啊。嗨嗨嗨嗨 ，Hola Hola， 你去过？I'm Chinese， 你好。你好。不好啊，不好，不好，没有钱了。没有钱了，没有西瓜了。哎呦，我这有钱。啊！没钱了，没有关系。啊！这边要交吗？到了。我办了来。没有，就这个钱了。他们要跟我换钱啊。我觉得送个吃的吧，来这边给他送一个吃的。Hi, this guy. You give here? 看来这位呢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我觉得还是给其他人吧，因为这边其实流浪汉特别多啊，我都看不下去了，所以咱们还是给点需要的人吧。Hi，this okay. You speak English? You hometown in where?Here. I grew up in Texas and I live in California. You every day here? Yeah. Shoes. Hand is black. Yeah. Oh, it's 鞋油啊。Yeah. 就是鞋油做出来的，哇，这个。Balish. Yeah. 就来到这个墨西哥啊，看报纸你就能看出一个现象啊，就是墨西哥人呢最关心的呢就是三个新闻，所以说呢唐人街的唐人们呢有时候呢也经常会聊起来，就说这个墨西哥呢治安呢还是不是很好。
现在我在这个区域呢，被这个中国人叫做红灯区啊。这个地方呢，黑社会特别多。这一家呢是这个黑社会经常聚居的地方。进去了。不过我现在来这边胆战心惊的。雷探长啊，终于死里逃生出来了，外面下着雨啊。首先要进去的时候要搜身啊，刚才雷探长进去的时候有段是中断了，就是因为要搜身，整个搜了个遍，然后盘问了遍，然后呢才进去。进去之后呢，我觉得里面比较混乱啊，这种混乱呢用怎么去形容呢？很难形容，反正就是那种混乱。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保安呢拿着那个手电筒的，就是那种激光。绿色激光笔照来照去，十有不为就要照照他啊、哦！里面还有两个美女，那两个美女呢是老大的两个女人，就是第一老大和第二老大，她们俩呢也是应该说也算是姐妹了哈。What's your name? Your name is Lana. My name is Lana. Lana. Oh. My name is Carla. 今天呢，我呢问到了这个采访到两位老大，一位是跳舞特别好的那个老大，穿那个。那个蓝白色衣服的啊，还有一位呢，就是白，就是那位长胡子的老大。Tomorrow is m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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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orrow. Tomorrow. 20, I give it up. 其实呢，那一位老大呢，他今天呢过生日啊，所以雷探长呢。见机行事，给这个位老大呢送了一件生日礼物，让他特别高兴，又拍照又是这个那个。因为呢没有人给我拍，所以我就，反正就是他很高兴了啊，反正就是他很高兴了。现在呢，我出来感觉有一种逃离这个生死的感觉啊，逃离这个死亡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墨西哥这个毒枭呀，还有就是黑社会啊，杀人是易如反掌，碎尸万段哦。所以说，我能够逃出来，真的是很吓人哦。逃出来之后，还要再盘问我一遍那个保安，就是我一进门的那个高个子保安。这一带的所有这种公共场合都有那种黑社会把守着哦，都是那种光头啊什么什么的，好像显得很吓人一样，真的是很吓人，真吓人，不敢往后看，不敢往后看，不敢往后看。Una limpia, gracias que Dios los bendiga, bonito día, una limpia.离你的朋友近些，但要离你的敌人更近，这样你才能更了解他。黑帮也信仰上帝，他们会认为自己一定比上帝仁慈。Hi, is your friend? I look at this, okay?Oh, it's strange. It's love, ah.、Oh, English love. Oh, 还真是 love. love you? No. No? Are you going to sing the song? One song? Si vas a volver algún día. Si vas.Dime, si vas a volver.订阅冒险雷探长节目，雷探长会每周抽出幸运观众，寄出亲笔签名的限量版明信片和更多国外奖品。只要打开冒险雷探长主页，鼠标点击订阅，你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幸运的观众。
This is Chinese Kung Fu? Exactly. You're learning Chinese Kung Fu? Exactly. This is Ming. Ming. Okay. It's Chinese. You like China? You like China, I think. Yeah. You like China, yes. But you, today in here, Xiu. Yeah. Xiu. 学习武当功夫和中文。Yes, they are in the Wudang mountains, and well, this is the uniform from them. Mi maestro, ¿cómo le p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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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ómo le pones?叫的师傅，你教他，对，我教他。啊，你是这个功夫师傅，对啊，差不多100多师傅，100多啊，哦，那我一定要看，我一定要看，我一定要看，我一定要看。岁末大石哦，然后呢，我远看大石什么呀？估计可能是当地的什么方言，没想到近看原来上面还有俩那个偏旁没写上，用这个碳素笔给写上去了。You teach me little kung fu, okay? Yeah. I said go home, okay?
No problem. Nice set. Okay, okay. Yo soltarme el cabello para verme más bonita, más beautiful. Beautiful. Mi pelo más este. You're beautiful. Voy a soltarme desde aquí, mira. Mira, ven. Checar. Checar, mira. No, no problem. Así, mira. Beautiful. Okay. Okay. And then? Spa? What's spa? Spa. Hello. What's spa? What's spa? No, I don't know. He said he met me before. And then he said... Bye. 赶紧把它甩了吧。现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圣诞节的气氛越来越浓了。但是呢，我现在是在寻找这个圣诞老人的衣服，我想扮演圣诞老人。哦，350。3 años. Yes. 4 años. 6 años. Yes. 8 años. 10 años. Yes. 这衣柜吧，我觉得还是能简化一点。How much? No. 这老板娘呢？她说 no， 意思就是说不卖给我。不卖给我就不卖给我吧，我看谁卖给我。How much? 25. Okay. No. Thank you.第一个店的老板娘，她不卖给我，她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卖给我。然后第二个老板娘呢，20比索呢，相当于9块钱啊，卖了一个圣诞老人的帽子。哎呀，这回我就会扮演圣诞老人了。真正聪明的人是懂得如何让自己委曲求全的人。
刚者易折，柔者长存。在墨西哥城的唐人街上，每天都上演着光怪陆离的故事，这些故事见证了人们的生活和唐人街的变迁。在墨西哥，至今流传着印第安与吉普赛人的神秘巫术，通过宰杀活体动物而产生魔力。雷探长拜访索诺拉女巫，却被巫婆蛊惑。究竟这些巫术以什么将人麻醉？下周同一时间，雷探长继续踏上危险的